山歌拿手机来点音乐声音大点，最大点，声音最大点。弯又多，哦，弯又多，山歌。Hello， 帅哥美女，要不要进来看一看？全场八折。这边有吗？啊？没有，开店。这是来今天刘刚老师开的新店。Lemon Tree。打折，今天全场八折。你先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店平时是很少有折扣的，然后只有 VIP 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折扣。今天是因为我在这里，所以说他们会有八折的优惠。女生就是这样，永远缺一件衣服，缺一条裤子。好，好。这样吧。你这家跟这差不多，好看吗？皮肤白怎么穿都好看。这是的呗。哎，里面还有这个。看不到。是吧？对。就我们是诚心想要推荐好的给你嘛，因为我们家衣服款型也蛮多的。对。买一堆，买一堆，然后回家不穿，就放着。立马买十多件打折，你知道吧？人家现在有的人不打折，因为你已经看好了，能穿吗？一定买，又不穿。啊，那行不行？那我先试试。我先拿一件，拿这个。哪一件？什么？这一件一千左右吧。我买这些几千块钱。帮忙都是买的，帮忙买的。一件一块钱，销售额有三千五百。帮忙我呀！你这是怕有事没纯利润，干嘛？别嫌少，行吗？怎么了？你今天带这么多钱，就是要干嘛？还要买鞋？这钱够吗？你这有一万，卡都刷爆了。五万啊！五千，我赞助十分之一，够你折了，哥们儿。不好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记住了啊，不好看。但是卖东西，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就是。差不多就行了。你现在钱在你手啊，你的钱，哎，还好，不是我的，该怎么说你知道吧。